这里，你的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它翻译成中文是叫做“电子设计自动化”。那这个东西呢，是在协助我们现在的这个晶片，就是做设计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现在的晶片是做不出来的。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玩过类似那个什么电路实习、电子实习。 你们有没有用过七四系列的 IC 去兜过一些什么加法器啦、减法器之类的东西？有了哈。你用七四系列的这个 IC 去兜加法器、去兜计数器。加法器跟计数器的功能是不是你去推导增值表出来之后，然后转换成逻辑闸，再用这个？ 七四系列的 IC，因为我们七四系列的 IC 是不是可以买什么 AND 闸、OR 闸、NOT 砸 Exclusive o 对不对？一个一个的逻辑展拿来,来兜，啊，兜完之后就变成加法器嘛，变成这个 counter 之类的。你把这个东西再扩充成复杂一点，假设你今天要做 CPU，你用七四系列去兜吧，你兜到哭出来。那你如果说要做更复杂的东西，譬如说像 NVD 啊，做那个什么 GPU，我们如果去看那个。 GPU get on，就说，那这里有一个图了，你看一下啊、喔。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是1990年代用的 CPU 是80486，它有多少个 transistor？我们来看一下。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颗电晶体，这个你如果要用人去兜，勉强还兜得出来。那你到现在呢？你到现在那个什么锐扬的 CPU，十核心的 CPU，这多少多少颗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十亿颗，你去兜吧，你用人去兜吧，看你怎么兜啊！你兜不出来了。所以这东西无论如何一定要靠电脑的帮忙。 那怎么协助你把你设计的电路转换成实际的晶片？这个工具就叫做 EDA，叫做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目前最有名的 EDA 设计软体公司有，你看一下、啊，有三家 s y n o p s i s 新思科技、Cadence 易华。 Mental 就是那个领导的样子。这三间公司提供的软体，你如果是晶片组的学生，你已经有用过了。比如说 Cadence 是不是让你跑 o 丘手画电路的？画 Schematic 画那个 Layout。那么 s y m a s i s 呢？它提供一个工具叫做 HSPICE，让你跑模拟。那之前你们不是在学校里面用 Laker 吗？ 对不对 l a k e 本来是以前 l a k e 是思源科技，是台湾公司啦。那思源科技呢，被新思吃掉了，被 s y n a p s i s 吃掉了。这里，哦，你看这个新闻哈、哦，这个是去年的新闻，全球 EDA 一哥，这个 Synapses 把 Cadence，哎、欸、，Synapses 把那个。 Springsoft 吃掉，所以目前为止前三大的 EDA 公公司，一个叫 Cadence，那你们有用过的就是 m i r t i s o 这套工具。Mental Graphics 这一这一间公司，你们有用过的工具就是那个什么 Cadbury，你做 d r c l v s 的时候是不是會用到？然后呢 s y n o p s i s s y n o p s i s 原本你们只用 HSPICE 去跑模拟而已，但是现在因为 Laker。 也被他吃掉了，所以雷克现在归他管。那这三家呢，基本上你做电路都躲不掉。那 EDA 工具有多重要呢？我们先不要讲它多贵了。我给你们看几个新闻，这个你们可能之前看到都只是瞄过你，你你不晓得这东西竟然已经重要到可以拿来当贸易战的武器。美国自从在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他就开始要求。 底下的厂商不支援他，我们很多这个不是科技厂商，不是从事科技的人员，我们会看到什么？他要求 Google 不要支援华为嘛，对不对？他要求什么东西不要供货华为嘛？他拒绝华为采购嘛？但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吓一跳，他现在要求 Cadence、s y n o p s i s 跟 m e n t a l 不支援华为，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今天要做电路，我要用 Cadence，我让 s y n o p s i s 来跑模拟，我让 m e n t a l 来做低 r c 的 VS。你想想看哦，光是 m e n t a l Graphics 的 Calibre 不支援就很要命哦，你画的电路都没办法做低 r c 的 VS。 请问你，你敢不敢拿去下线？你是不敢的，因为你不晓得那个电路做出来对不对啊？你做的电路没有 s y n t s i s 的 H Spice 去跑模拟，没有 Laker 去磕的呀？你敢不敢把它拿来当成一个真正的电路？所以这三大厂商啊、哦，这个新闻不，这个不是我我瞎掰了，包括大陆他们自己的网页。 啊，这个这个是电子工程，这什么啊？专辑，这好小字哦。啊，包括他们自己的网页都有写。啊，去年八月二十八的新闻。所以这个工具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三个工具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三大厂商，你如果少一个的话，你大概这个整个 IC 就没办法做下去了。 那现在是三个联合起来，不供货给他。那不管怎么样，这三个工具，你们有些人已经用过，还、啊、有些人没用过，但是你不晓得说这个东西这么的重要。我们在台湾这边提供给我们 EDA 工具的地方叫做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这是国研院的。那我给你看一下。 在这一个网页里面，它有提供这个设计服务，有一个这个软体下载。那这边呢会有这些工具哈，比如说你看这里是，我们直接看 Mender 好了。好，Cadence 所提供的工具有这么多，Mental Graphics 提供的工具有这么多 s y n a p s i s 提供的工具有这么多。 那你们里面是不是用的是其中一个是 H i c e 然后包括 Lake，Lake 现在两个工具很很很主要了。第一个是 ADP，这个是 Lake 上面画 Schematic 的；第二个是 Layout，Custom Layout Automation System，这个在画 Layout 的。那你们用 Lake 主要是来画画 Layout，Schematic 大部分都还在 AutoCAD 里面画。 Cadence 的话，你们是用 Mathews 嘛？再画 s c h e m i t i c 然后转成 Netlist 的出来。Metal n Graphics 你们主要是用 Cadbury，在做低压系列的也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Cadbury 啦、Mathews 啦、Laker 啦、HSPICE 都只是这些公司里面的其中某一个产品而已。那其他的工具不重要吗？ 很重要，只是你还没有学到。所以呢，EDA 这个工具以整个 IC 设计的产业链来讲，它就是我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你假设要去路边摆路边摊，对不对？那个 EDA 就是你的厨房啊。你没有厨房，你怎么摆路边摊？你根本没办法煮菜嘛，你根本没办法去烤鸡嘛，你根本没办法去煮猪排嘛。所以 EDA 的工具是最底层的这个。 军火库，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你是没办法去外面这个做产品之外。好、啊，我拿这个当例子好了。这个是一个教育性晶片的申请表，那你可以看到说，首先要画电路图嘛。那画电路图，你怎么设计的？你在。 这个 m u l t i s i 里面怎么画电路图？然后你跑的模拟，然后你看到了波形。那波形的 pre s i n 跟 post i 做完之后呢，你要怎么量它？然后你的布局图，你的 layout 是长怎样？那 layout 出来之后呢，你线要怎么打？这个是做封装。那做完封装之后呢，这个是预计的规格啦，预计的规格之后你会吃掉。 你你的电源供应要几伏啦？你吃掉几瓦的功率啦？那你的输出，你的什么东西的？你的晶片大小，这个是你的晶片规划。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整个文件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 EDA 工具生出来的？是不是很多工具都从 EDA 工具生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在做电路的时候。 要整理的资料，你们全部的人用的 IC 设计工具全部都是我架出来的。那这么多年来上 VSI 这个设计实物的课程，我们 VSI 设计实物那门课是不是好像没出过锤嘛？那你知不知道这背后有多少有多少 know how？我首先来把这一个东西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 跟 Nina 是有关的。首先，你的硬碟如果坏轨的话怎么办？你能不能侦测出你的硬碟有坏轨？像你们用的工具是不是我放在五零三的伺服器上面嘛？那如果坏轨的话，你们的 EDA 工具是不是就有问题开不起来？好，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常帮你们解决啦。你们 X Window 中网不能动，这是我是不是常,常帮你解决？第三个网络不通。 怎么去抓问题？啊，网络不通，找问题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要 check license，check 不过啊。那么在文字模式底下怎么编辑文这个文字档？也就是说怎么用 VI？那第五个，硬碟爆掉，你能不能知道说谁占最多空间？第六个，假设硬碟满了，它不它爆掉不是人家乱塞东西，而是真的满了，你会不会新增硬碟？ 第七个就是最近常遇到问题啊，系统跳电了、啊，机器有问题啊，怎么修啊？啊，假设硬碟坏掉修不起来了，你怎么买新的硬碟？赶快装新系统，把旧的系统资料备份过去。那第八个，使用者程式荡在机器里面，会不会把它砍掉？第九个，怎么备份目录？第十个，怎么用这些档案操作指令？因为文字模式底下没有档案总管可以用。那这些都只是跟 Linux 有关的问题而已。 你们上我的课，绝大多数都在学这些东西。好，继续哦。你知道系统现在有多少人连进来，或者是有哪些人连进来？那你会不会架 FTP 伺服器？譬如说，我这里是不是架 FTP 跟 HTTP 伺服器，让你们当镜像站，对不对？假设有人忘记密码，怎么修？我这是不是写到我书上面了？你会不会新增使用者账号？假设系统跑起来很慢，能不能检查是为什么？ 这个哈，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以后如果说你去管那个 EDA 示波器，那有人会跟你在那边 complain，他说机器跑很慢，他就只讲一句机器跑很慢。奥文哥一个问题，你当系统管理员的，你要怎么修这个问题？所以假设有人跟你说机器跑很慢，你要问他说是怎么样的慢，那这个时候他会把症状写得更清楚一点。 他会描述他的这个镜头啦，他说：“我打开网页连不到 Google，要连很久才连得到。”哎，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归类到说网络速度很慢，对不对？啊，另外一个是我打开 m i c r o s o f 跑好久都跑不出来，那这也是很慢呐、啊，懂不懂？啊，或者是说我跑模拟，本来跑半个小时可以跑的模拟，现在跑一天，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很慢。 所以系统执行的速度很慢，这个是这个是一句很笼统的话。啊，你当系统管理员，你就是一个医生嘛，你要去抓你系统的问题，你要去问你的使用者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第十六题，假设系统要换 IP，你会不会改？十七题，你会不会补漏洞，避免被攻击？十八题，抓图软体，抓模拟图、电路图。 我是不是之前教 n 老师的时候教你们 GIMP 让你们去抓图？我是,不是跟你说，有一天你学这个 VLSI 的时候，你要抓电路图，你要抓什么图？就到时候用 GIMP 抓就可以了，这光路更贵嘛，对不对？好，然后其实这里面所有的问题最可怕的就是其他，其他就是有人突然冒一个问题出来，然后你以前没解决过的，所以这个是跟 n 老师有关的问题。那、啊、你看看你会解决几样？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跟 EDA 管理有关的问题。现在假设 CIC，现在是叫以前是叫 CIC 啦，现在是叫那个什么？现在是叫国研院，现在是叫国研院半导呃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嘛，啊、喔、t s r i 嘛，以前是叫 CIC Chip Implementation Center 啊、喔，晶片制造中心。来，那我们继续看哦、喔。 我现在讲叉叉叉，你可能听不懂了。我我我要更新一下。假设 CIC 提供新版的 m a c t u a l 了，你能不能把旧版的升级？好，那第二个问题，假设你升级失败，升级升级新版的 m a c t u a l 开不起来，或者是开起来有很多问题，你能不能赶快先换回去旧版，先挡两天给学生用？啊，我们在 Windows 底下是不是常那个升级失败，旧版的也不能用，等了这回戏，是常遇到那个问题？ 哎、在 Linux 底下怎么做这种这种事情？第三个，什么工具需要什么函数库才能执行？这个你们这个学期的课会遇到，常遇到缺函数库，那你们会不会装这个函数库？好，那第四个问题，A A 软体跟 B、v、B B 软体要整合才能执行。我这样讲太笼统了，我讲仔细一点，你 v i 手跟 c a l 跟 Calibre 要整合在一起，才能在 Leo 里面叫 Calibre 出来做 D R C 的 V S，你会不会整合？ 那第五个问题，某个软体的 license 设定有别的参数，你会不会设定？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的 license 是不是要检检查成大的 license server？成大有一台 license server 嘛？那有一天成大的 license server 要是宕掉了，他的 license server 不会永远都开了、啊，他们的 license server 是不是也是要维护？那万一他的 license server 死掉，你能不能赶快把你的 license server 的设定改到，比如说这个？ 它是什么中心哦？中心还是交大那里去？你要不要改？第六个，你能不能检查你系统能够通过 license server？你能不能确认你的系统有没有 license？这怎么检查？第七个，virtual 开的速度很慢，为什么？第八个，virtual 开完开电路的时候变成围堵模式，你？ 假设你上个礼拜画一个 invert，e r 那这个礼拜开 invert e r 之后变成 read only 了，你不能改了，啊，怎么办？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好，H 失败是不能跑模拟，为什么？好，接下来某一个 EDA 工具有问题，为什么？那第十一个问题就更更机车了。 使用者 A 可以跑某丘手，使用者 B 不行。阿贝安诺，我某丘手装在这间电脑教室里面嘛，对不对？你们每个人是不是拿拿硬碟来挂？对不对？今天某位同学可以跑某丘手，另外一个同学坐在他对面而已，他就不能跑。阿贝安诺。然后这里面最恐怖的问题也是这个其他，其他就是我还没有列出来的，临时看到一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所以 EDA 管理是一件非常可不可怕的事情。 这个是我稍微归纳的一些问题啦，啊，各位现在都还是菜鸟哦，我相信这里面的问题绝大多数你都不会解决。我们很快的跳到我们的流程，IC 设计流程主要有两大流程，一个是叫做全客户式，一个叫做 s a l e base 标准元件设计流程。我们看一下全客户式设计流程的流程图，首先这个你们一定都做过了啦。 首先是开始，你先要做一个电路，开始启动你的计划，然后你要做一个电路，这个叫做 schematic capture，就是说某区所打开是不是画电路图？那比如说你画一个 inverter，那可以画电路图的工具有 Cadence 的 Composer，或者是 Springsoft，就要变成 synasis 啊 synasis 的 ATP，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给你画 schematic？那画完 schematic 之后呢，画 inverter 的 symbol，inverter symbol sy 是不是一个三角形加一个圆圈圈？ 把那个符号画出来嘛？那有没有画符号，你都可以做模拟啦、啊，啊，通常我会建议先把符号画好。那画完之后做模拟 （simulation）。Sim ulation, 那 simulation 的话呢，你可以用的工具有两个，一个是 s y n o p s i s 的 HSPICE，我们这边主要跑的是 HSPICE 的流程啊，那、啊、外面也有公司是用 Cadence 的 Spectre 的流程，这两个都可以跑电路的模拟。 模拟电路完之后，是不是要看波形？那看波形有哪些工具？看波形的话，有 s y n a s i s 的 Cosmos Scope 跟 Cadence 的 ADE。它那个 Analog Environment 里面可以内建看波形的程式。那波形跑完波形模拟都没有错了，再跑去画电路，画类要啊，画类要的话，是不是你画一个一个的方块嘛？画完之后，是不是要跑 DRC 的 VS？是不是用 Mental Graphics 的 c a d b y 那跑完之后没有问题了，这个电路 OK，你就可以准备做下线。这个是全客户式的电路设计流程。那你看这里用到多少工具 s y n o p s i s 的 ATP，然后 s y n o p s i s 的 Cosmos Scope。那画 layout 的话呢，是 s y n o p s i s 的 Laker。 摩丘手的话啊，Cadence 的话呢，这里是 Cadence Composer，这个、这个都是 Cadence 的工具啊、哦、，Cadence，Cadence，Cadence，还有这里，Leo Cadence 的摩丘手也可以画。那接下来做 d r c 列的 VS，是不是 m e n t a l Graphics 的 c a d b r y 也就是说，刚刚在网页上面给你看到的那三大 EDA 公司的工具，我们在全客户式流程全部都用到一次了，是不是全部都用到一次？了？啊、嗯，全部都抖不掉。啊。 里面只要有哪一间公司说不跟你玩了，你就不用做做晶片了。那这个是 s a l e base 流程的，这个就很长了。这个你们不会学到。那我们这个学期的课哈，因为我们这个学期的课光是装这些工具就就就差不多一个学期的了啦。我们这里面的工具没办法讲到，这个是另外一个流程。那这个主要是写那个 v, v l o g 跟 VHDL 会用到的。 那我这里给各位看另外一个流程是 FPGA，你们有没有上过 FPGA 的课？有吗？有修过 FPGA 吗？没有，所以这个要牵扯到你的个人的能力。你没有用过这个工具，叫你装这些软体就强人所难了。来，有上过 FPGA 的人，我讲一下，你现在在做电路，FPGA 是不是可以？哎，你们是用哪一套 a r t i r a n i n g x 你们上哪一套？你们上 Atira 是用 Cortas Two 还是用 Linux？那就是 Atira 了。你今天打开 Atira Cortas Two 是不是可以在里面拉一些电路起图，一个大的电路是不是可以拉 And 咋 Or 咋之类的？另外一种是不是可以用 Atira 去写那个 Vlog Code？有没有在里面写 Vlog？你现在写完之后也是在里面可以跑模拟看波形嘛。 看波形，如果功能对的话，它里面有一个合成的程式，合成完之后可以让你下载到 Atira 的板子上，这样 LPG 的流程就做完了。这个是 FPGA 的设计流程，这个是 s a l l Base 的设计流程，这个是 f u r e Custom 的设计流程。所以晶片设计流程基本上有这三大样。你如果说是做记忆体。 或者是做类比电路的，绝大多数都是用全客户式，因为全客户式要需要自己勒电路啦。你如果做 CPU、GPU 之类的，就是纯数位电路的，大部分都是用 c a l e base 的流程。三大流程，你看你没有跑过，你 c a l e base 流程你没有跑过，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老师，我看你有没有在玩电路设计啊，这些你怎么会会懂？然、哦、后因为我以前读研究所跟博士班的时候，经历过了惨无人道的六年哦。那个研究所两年，每天都在那边刻电路；博士班四年，每天都在那边写 vlog 写到快哭出来，然后顺便管工作站。所以这东西我以前就摸熟了。我们今天先让各位把电路。 设计的环境，就是说，你看，你你那是主机有没有先架好？啊，这样可以开机之后，我们把环境设定好。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来讲我们安装这个 IC 设计工序的标准流程。有很多人在做电路设计环境的时候会装。 装这个主机装失败，因为这里面这里面没有讲怎么装那个 IC 设计工具啊，没有没有讲怎么做这个 EDA 工具。EDA 工具的伺服器我大概管了十几年有了，所以我把 EDA 工具的安装弄了一个 SOP。我们这一个学期的课全部都会照这个 SOP 来走。 这什么意思呢？有朝一日，有朝一日，你如果离开我这边，假设你有一个新的工具，你拿到一个新的工具，你不晓得怎么装，你就是照着这个流程，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这个 EDA 工具给装好。所以你先看一下这个流程。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会从下个礼拜开始，我每一个，我给你看一下啦。 我每一个工，我每一个章节哈、哦，你看这是某丘手，我们一开始就先装某丘手。我有下载、解压缩、安装、设定环境、测试跟故障排除。所以你看哦，下载、解压缩、安装、设定。啊，好，这里有设定、license server 等,等之类的哈、哦，这都设定、测试。 测试啊、哦，怎么去测试它？确定它已经装完是没问题的，然后再做故障排除。所以每一张每一张的流程都会是照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来做。这样子以后如果新的 EDA 工具要装，你就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学期这个流程一定会教完啊，这个教不完，因为这个学期太短了。这个教完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照以往上课的经验呢、啊，这个流程。 交完如果还有一点时间，就会再教这个流程。除了呃 TSI 之外，台湾没有别的地方在开那个 EDA 工具安装的课程，就只有我们这边有在开。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初步介绍。那现在十点半，剩下的时间给各位把系统环境灌好啊。这个课会不会开，我不知道。 超过十五个的话，下个礼拜我们会再见面；不到十五个，我就跟你们 say goodbye 了。哇，那我可以轻松一下，蛮很累。